还伤了别人，还两次。拿着，小心点儿，这年头没了手机谁还能活呀？要是我说我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你肯定也不相信。其实我是从你手机里出来的，你的每个短信、每条搜索、每张照片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怕吗？你去哪儿啊？你家在这边，舞蹈室在那边呢。你有完没完？啊，你真的回来煮汤了？不然一个料理店的儿子，连被人说煮汤的，我不是一样都被人说跳舞不行吗？我看你呀，嘴上说的天花乱坠的，做起正经事来真的是一点游戏就等着机会，岂不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吗？你喜欢做的事情，年轻就是应该这样子。那我帮你吧，我知道你最想要什么，我给你看样东西你就知道了。手机。怎么样，现在你相信我了吧？这个嘛，要你来完成这份为你定制的宇宙无敌计划，我就会帮你搞定原创，怎么样？找不到，不光是锅啊，牛棒骨跟调料我都找不到。看好了。你也来试试。临近会有一些一闪而过的小灵感，会有人会把它记下来，应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帅的法子。 Do it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不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消极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揉成一团，来个宇宙全力打。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开始成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梦想的超级英雄。谁陪你过每一天？